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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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卫生，我听不懂。你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迟到啊？我从外面进来的。你为什么迟到啊？没事。怎么会收到你这种又老的学生呢？我是学生，你叫什么名字啊？王梦玲。哦，你有没有听过这种声音啊？莫名其妙，现在你们可以体会到了吧？ 班主任是面恶心善，如果碰到这种老师，你们根本就是简直是暗无天日。原来他是留级的。哎，我给介绍一下，你们班的每次一下课以后都是烟蒂呀、糖果的，所以特别应聘了一位工友。以后你们就叫他老王就好了。老王，你好。老王，老王，老王。这位同学，老师好。这个同学。<笑> 这位同学穿鞋子不穿袜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是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啊，回归自然，这个同学反应就是不错。来，把衣服都脱光。<笑>那不是就跟大自然都接在一起了吗？那也有一点会不自然。科曼山小姐，你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什么叫做艺术？OK。 资本兰格说，Art is the creation and form symbolic of human feeling. 讲得好，鼓励。有没有觉得漏掉了一些什么？没有。你刚刚讲了，看谁听得懂。哦，中文，艺术是创造能像真人类情感的形式。 你是一个有问题的学生，请会对着我好。不是，这个东西可以带着在马路上乱跑的吗？因为这个是 Love carefully， 小心的爱 ，Stop A idea。 哦，这个请回座啊。哎呦，还好你也有戴手表，要不然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老王，艺术，艺术啊！苏联文学泰斗托尔斯泰他说过一句话：“艺术是一种人的活动，个人有意识地借着某种外在的符号，怎么念？”将他所经历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致使他人受到感染，并且能够经验这些事情，这就是艺术。王同学，艺术。 艺术啊，哎呦，对，我们班里面就需要这样的学生。艺术啊，我记得老师教过我们，就是说艺术它是运用人的想象力啊，去创造出来的一种自然现象，我们叫它叫做第二自然。根据这个第二自然给我们的一种快感，就叫做艺术。好。 是，在你搞清楚艺术之前呢，先要弄清楚是环保的意思，那个纸屑不要乱丢，好吧？是啊，麻烦捡起来。哎，许同学，嗯，戴手表了，不可以，先拿下。哎呦，可以啊。哦，嗯，艺术就是非常高的一个艺术，艺术。 就是非常高，深度很高的一个东西。嗯，普通人不能明白。嗯，
啊，所以我是普通人，我就不太明白。是这样讲的吗？哦，还有人普列汉洛夫，他说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与周围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的感情跟思想，并且给予他们一定的形象而表现。老师，我问了，我这里讲的话太多了，是不是？哎，大家都讲的不错，对，很好，谢谢。哎，张志伟啊，请把刚才这些呢，给我们做个总结。这个艺术啊，是要根据美，而且要吻合美的这个原则下。这个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这个产品啊，那么根据这个创作人呢、他的这种思路思维啊，以及他的这种艺术的境界，而且能让这个欣赏的人都能感受得到，这就是真正的艺术。谢谢方主任，你给我的是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我这个读的时间比他们长一些。不错。大家融会贯通以后，我们开始来验收一下啊。好，那验收由徐志安先开始好了。来来来，心有话想说，心里的痛你懂，有太多太多的情感最难受，心里有话想说，心里的痛你懂，我不愿埋怨的泪水已经没有尽头。这个同学声音很好听，将来在这个行业一定会有一点发展啊！请回座，请回座。好，该你验收一下。好。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沧天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这一次我班上的男同学声音音质都还不错。哎，老王，来来来，验收一下，验收一下。这是这样的，因为这首歌他可能不熟啊。我要自己弹。哎，我要自己，你每次要跟我抢。那还叫他帮你找歌啊？阿美阿美还没有搬家装，单身生活渐渐已习惯，汽车洋房自己赚，爱情啊。是不是每个时刻都那么温暖？阿美阿美，夜里偶尔会想找个男。很少人唱，验收的时候啊，还 A 还可以 repeat。你说应该从第一段直接接副歌了嘛？对呀、啊，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一个人在这里呢？阿妹不懂这样对不对，不流泪不心碎也不去在乎谁。阿妹怀念十几岁那一回，她说她好美，她还亲了她的嘴。阿妹已经好久都没人追，一个人一颗心容易去面对。阿妹阿妹，她答应王先生的约会。你还没验收？对呀、啊。柯小姐，来。You can call me Sam. Sam? Yeah. 我老朋友都 call me Sam. Sam, S-A-M, 三。三？哦。
经开始 Shut on the jam DJ 不会等你 Who it's cool Sam's gonna rock the house Oh yeah 一些 people don't know 他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 Delay 了这么久 Yo 叫你朋友 let them know Hey 拿你 hip hop 装 and go 跳你到底要不要要So let me 一叫 Go boom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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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oom And make it boom 用那个香水、啊、什么牌子的班主任最讨厌这个味道好刚刚是验收都验过了吧讲到特殊才艺的我要问你们在历史上啊这个歌唱啊跟现在的音乐呢都是从西方引进从外国引进尤其现在这美国人来说呢这个比较领导这个音乐的流行跟趋势、嗯、是不是对比较典型的一个就是猫王啊猫王猫王的英文全文叫做 Elvis Presley、嗯、他的女儿跟 Michael Jackson 结婚真的吗对哦就是那个女的跟 Michael Jackson 对他的女儿你觉得他们的婚姻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是假的可是我在巴厘岛的时候他们说他看到 Michael Jackson 跟他结婚嗯，但是今天我们不研究这个，我们要研究是猫王的他的一生。好，王先生，你说的。猫王因为他的表演的方式很特别嘛。奇怪，老王起来都很利落，你也不会比他胖子。腿长嘛。啊猫王啊，他一生他比较受到争议的就是他的表演的方式比较自由一点。哦、那当时因为那个民风比较保守嘛。嗯。所以在电视上他的表演的方式呢规定啊导播不准拍他的那个腰部以下的动作对对对对因为他都有哦摇得很厉害摇得很厉害那时候美国民风也是很保守对嗯他是在歌坛上待了多久啊大概20年生于民国啊不生于民国不太清楚那死于也不太清楚不知道因为明星他是太大的巨星他那个压力太大他受不了对是是后来他就因为心脏复发死于美国的某一州所以我们今天要 catch 的呢是猫王的精神、okay. 今天要上猫王的课所以我们大家要多唱猫王的歌曲好吧好是你先来吧猫王好好来欢迎一下You ain't nothing but a hound dog Cracking all the time You ain't never known my name You ain't no friend of mine Well, they said you was high class Well, that was just a lie Well, they said you was high class Ha! That was just a lie你是学他太太、啊、女生可能学起来比较不像哦你来好好好来来来来来猫王唱歌啊他喜欢指挥乐队 A one, a two, a one, two, three, four Party in the county jail. The prison band was there, they began to wail. The band was jumping and the joint began to swing. You should have heard a knocked out jail mercy. Let's rock. Everybody, let's rock. Everybody in the whole cell block. Yeah, they were dancing to the jailhouse rock. Number 47 said a number 3. You're the cutest jail bird I ever did see. I sure be delighted with the company. Come on and do the jailhouse rock with me. Let's rock.Now everybody let's rock Everybody in a whole cell block They were dancing to the jailhouse rock Spider Murphy played a tenor saxophone Little Joe was blowing on a slide trombone The drummer for Vanilla Nova crash boom back The whole rhythm section was a purple game Let's rock Everybody let's rock Everybody in a whole cell block Yeah they were dancing to the jailhouse rock They were dancing to the jailhouse rockEvidence to the world. Oh.
需要就是像你这样的同学。哎呀，我们开舞蹈课好了。啊，太好了，太好了，开舞蹈课。很好玩呢。嗯，还有人可以有办法把他干掉的吗？啊？啊？老王，老王，老王，我说不大可能吧。老王要学他，不是那种年轻的时候。哎呦，老王要学他快要入土以前。虽然是个慢人，对不对？哦，对对对，这不一定要看快的，人家都以为猫王一定要抖在那个地方。差不多了，好。足球不是每个人都会踢吗？对，但是我这可以一个人踢，我在家里都是经常这样。这样吗？对，这也算是特殊才艺啊。嗯，踢维持多久？对，半个小时。没时间吗？三分钟，好吧。三分钟。对，不要说半个小时，太长了。三分钟，好吧。光是在脚尖上面踢啊，三分钟以下肩膀头还是不行，对不对？哎，怎么厉害？你试试看。来练舞蹈还是来点特别的？我会打麻将啊。真的，我真的会啊。怎么样才代表会打麻将？表示你常常摸牌啊。摸牌啊。刚好，来来，我们来考一考他吧。那么简单，不要给我花，好不好？那当然不能给花了。什么东西？哎，不能看。饼子。他说是饼子。啊，饼子就对了。四饼，六饼。自己还觉得惭愧，不讲。四饼六饼，哎。在这个地方，谁被你拿给班级的摸过？开玩笑！这我们他是再怎么说还是外国人，我们能搞搞。安创的。
动作快一点，这样子怎么在赌场里面混呢？拿一个这个6万，对，哎呦，好，3万，哎呦，哇，难怪你叫简单，简单，这个不难，这个很难，9万。4饼，好了好了，好，老王，老王，他的嘴巴里面什么都有啊，那多脏，不是，是各种才华都在嘴巴里面。来，给我们来一点口技，好不好？哦。我觉得有很多种啊，要你们要挑啊，大家来挑挑看吧，来挑一些机械一点比较难的，叫飞机大炮啊。哎呦，那我们先从手枪开始来吧。好，手枪的声音大概是怎样？手枪一般来讲，在电影里面听到的跟我们这个在现场打的是不一样。不一样。现场打的口腔，这个手枪。口腔。我今天怎么搞的假的？口腔还可以打，这个叫厉害。在现场打的是。这种声音，那是电影里面的呢？耶，有点像吗？Not really。那来福枪呢？来福枪，打到山谷里面。哎呦！重武器，重武器应该介绍一下。应该不要讲重武器，我们就讲那个刚刚讲那个什么 AK-47，这种连发的枪声都是。嗯，哎呦哇！像乌兹冲锋枪，它是比较快短，只要那个一上去就打完了。哎，真的好像真的这样。啊，讲到这个飞机好了，飞机是直升机，直升机的声音，哎呦！那我要考你一下，喷射科技。干什么？怎么会来一个枪声截击？截击截击，这首大陆。哎，不错不错，王梦玲。还有什么人有什么才华没有表现的？都有了。哎，你还有啊？来，不能，你刚刚那个猫王不错，那首歌可不可以班主任再点你唱一遍，好不好？哦，猫王的模仿，好吧，再来一遍啊！唱同样的歌，哎，好听啊！难道你还会有其他的吗？哎，我们可以唱这个猫王唱的西部歌曲，西部歌曲，可是要班主任跟我一起合作啊。那哪一首？有一首歌叫做 Cotton Fields 啊，哎呦，Cotton Fields 要三步，哎，老王也不错， Cotton Fields， Cotton Fields。When I was a little bitty baby, my mama would rock me in the bed, in the bed, Cotton Fields back home. It was down in Louisiana, just about a mile from.我下面说的没有给你满足，确实是不太能满足。哎，没想到他还是唱歌。时光一逝永
你觉得什么星座的人最适合当007？那不是007，006我都可以当。